大家好，我是易彤。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洛杉矶最大的客运站联合车站。这个联合车站呢，不光是这个火车站，还有这个公交、轻轨、地铁都从这边发车，相当于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交通站。我这次的计划呢，就是打算在洛杉矶市中心一日游，因为市中心的人流多，停车地方少，而且呢，大部分呢都收费，因此呢，自己开车吧，反而成为了一个累赘。所以呢，我就打算来一个洛杉矶一日地铁、公交、轻轨之旅，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呢，怎么坐地铁、公交和轻轨。现在呢，我们就到了这个联合车站的东部停车场了。它是分东西两个停车场，东部呢，它可以停过夜车，就相当于全天24小时，而且它收费呢是只有$8。就相当于你这个车停24小时只需要$8。它有个西部停车场呢，就是全天到午夜12点。其实我们就简单停留一两个小时啊，所以就在附近逛一逛街，所以呢就选择这个最便宜的东部停车场。而且这两个停车场其实没有多远，其实你要走的话也很近，所以说要是停车位够的话，我还建议大家选这个便宜一点的比较好。现在呢，我就简单讲一讲怎么买这个像一卡通一样的这个交通卡，就是可以乘坐大部分的这个公交路线，还有地铁和轻轨。在上面这个机器你可以看到，它写的是$1.75，是一人一次，一天呢就是$7一个人，一个月呢是$100，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很像这个交通一卡通那种感觉。而且这个机器的使用也是很方便的，很简单，就是相当于刷卡和现金都可以支付，但是卡的费用呢，它会收你，你要是第一次申请呢，卡会需要多收你$2，给你一个卡。不过这张卡以后还是可以用的，就相当于你可以把钱充里边，以后就相当于当一个支付卡在用，就是你充多少钱用多少钱啊。现在我们就简单看一看车站里外都是什么样子。这个联合车站呢，就是有多种的这个大型的交通工具啊，就是外边呢它会有很多的公交车，里边呢它就有轻轨和地铁，而且呢它有长途的火车可以坐。因为自己呢其实就是去市中心，所以说基本也就是乘比较短途的公交、地铁和轻轨。联合车站整体里面大厅附近呢还是很有年代感的，而且它这个联合车站整体确实跟洛杉矶大部分的地区都不太一样，就是洛杉矶大部分地区还是显得不能说现代化，就是还是比较像一个新城市一样，这个联合车站就像一个比较古朴的一个地方了。现在呢，我们就走出火车站，步行到附近去逛一逛。之后呢，步行10多分钟呢，我们就可以到达这一个教堂。其实外表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的，
而且呢，它也是因为是2000年左右才建立的吧，所以说其实也没有很古老的教堂那种厚重感。然后呢，顺着这条街呢，我们还可以再步行十多分钟呢，就可以到达两个比较相当于比较地标性的建筑吧。一个就是这个华特迪斯尼这个音乐厅，华特迪斯尼音乐厅这个建筑呢还是挺有特点的，而且它晚上还有这个灯光效果呢会更好看一点。不过我们也是来得很早吧，所以说没有开门。旁边这个博物馆呢是免费的，而且里面呢都是这个现代性的艺术品。但是你要想进去的话，还是需要预约的。当然了，也是因为现在很早，几乎没开门，所以说我们也就是简单的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这个附近的地铁口呢，去坐地铁回到联合车站，就体验一下洛杉矶的地铁啊。相当于那个从华特迪斯尼音乐厅呢，走不到十分钟呢，就能看到地铁口。它这个谷歌地图呢，就能告诉你怎么走。下电梯呢，就可以看到这是个地铁了，地铁的检票口了，刷一下卡就能进，几乎没什么人呢。地铁里边虽然还算整洁吧，但是整体还是显得有点昏暗狭长吧，所以说感觉不是很好啊。基本上它等个十多分钟呢就能有下一趟，而且上方屏幕它会也提示，而且用谷歌地图也大概能查到它这个实时信息。不过但是这个地铁跟国内肯定是没法比了，美国大部分的交通呢还是靠公路吧，高速公路，所以说地铁也没有不是很完善。现在我们就回到联合车站了，回到联合车站呢，我们在想坐一坐轻轨到附近的中国城，因为临近中午了，所以说我们想去附近中国城买点零食看一看，正好可以体验一下这个轻轨。轻轨车内还是挺简洁的，因为在户外轨道吧，所以说也不像地下地铁吧显得那么压抑，整体还是比较干净宽敞，所以说还是像坐公交一样。联合车站呢到中国城呢就是 Chinatown 呢也就是一站地，所以说很快就到了。确实我也是感觉当时可能环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以说我就几乎没有怎么录，而且可能也是饿了吧，所以说我们中途就是大部分找一点简单东西简单吃一吃，所以说就没有录那么细。现在呢我们就是再坐回到这个联合车站，完取车，完直接开到这个格里菲斯天文台，把车放到那。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这有一个好处，正好给大家一个分享吧。虽然说格里菲斯天文台门口这个停车收费呢是按小时算的，一小时可能是$8左右，但是呢它附近的旁边这个希腊剧院呢没有演出的话它就是免费的，随便停，就是而且不收钱，而且它底下还有一个格里菲斯这个公园，它也是免费的，所以说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停车场。虽然说离这个格里菲斯天文台有一段距离，但是它有一个专线，有个公交专线，你可以坐，相当于是5毛钱，坐个不到5分钟你就坐到格里菲斯天文台了，或者其实你走的话也就走个20分钟，上个山基本也就到了。所以说我觉得停在这边还是非常好的，第一是不收钱嘛，第二就是停车位
理论上没有那么紧张。还有一点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晚上从这儿走的话，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现在我们相当于坐格里菲斯这块这个公交专线，坐到主街上之后，我们再乘坐地铁呢到这个好莱坞星光大道。好莱坞星光大道呢，其实我不能说不好吧，也很好，就是人比较多吧。而且呢，虽说跟好莱坞明星合影是没戏了，但是可以去这个杜莎夫人蜡像馆简单去照照相，也挺好的。杜莎星光大道这边这个杜莎夫人蜡像馆呢，相当于它网上门票是19.99，但门口买是30。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网上买不了了，不过我就问了售票员一嘴啊，他就说相当于多收我1块，20.99就可以帮我买，所以呢我也感觉也不算被坑吧，就多收了1块钱我就帮我买了。杜莎夫人蜡像馆呢我几乎没有录，所以说我就放几个样片给大家简单看一看吧。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格里菲斯天文台啊，因为这个是节假日嘛，所以说人不是一般的多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大家都在这个草坪上，门口这个草坪，相当于坐在这草坪上待着。因为人也很多吧，我也走了一天了，所以说还是又懒得拍了，所以就简单给大家看一看格里菲斯天文台上这个洛杉矶的风景。最后就结束我这个视频吧。最后就简单说一说自己的行程规划呢，给大家一个参考。首先洛杉矶市中心的车况呢不是太好。虽然有很多这个收费停车场呢，也有路边投币的，但是终归吧，它还是人多车多，所以说开车费钱不说吧，停车找地方更是麻烦。所以我建议呢，如果去市中心这些地方呢，不如把车停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之后再坐公交和轻轨地铁，在市中心里逛街。我为什么选择联合车站作为起点呢？就是因为停车便宜，东部呢停车场呢$8一整天，而且它是交通总站，所以说可选的路线和公共交通工具呢也比较多。之后我为什么选择格里菲斯天文台作为另外一个长时间的停车点和终点呢？就是因为格里菲斯天文台附近的停车场呢虽然是收费的，但是它山脚下呢，就是走路20分钟，坐公交也就5分钟，有两个比较大的这个停车场是免费停车的，就相当于格里菲斯天文台的附近的停车场虽然收费是1小时$8上不封顶，但是附近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停车场是免费的，一个是下边的格里菲斯公园，另外一个呢就是旁边有个希腊剧院，主要没有演出的话你就是可以停在这边，而且距离呢也就是1英里不到，走路大概也就20分钟上个山，就有个公交专线，就一人一次50美分，不支持这个 type 卡，其实相当于它是支持这个充值的 type 卡，但是相当于呢它是从卡里扣你50美分，所以说你要像我这种一天次的这个$7呢就没法用，你要是里边充钱的话就可以用。不过值得注意一点的就是格里菲斯天文台最繁忙的时候呢还是从太阳下山之后，所以在太阳下山之前呢应该还是能找到车位的，但是之后可能车位就不好找了。而且这边公交呢也是从早上12点到晚上10点，而且呢天文台也是晚上10点关门，所以说其实也不太用担心这个突然没有车了。所以我觉得把天文台作为一天的行程的终点和中转站呢，其实既能节省停车费，又不怕晚上没车不安全。最后简单说一说这几个交通工具吧。首先公交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一般呢都很宽敞，座位也很多，而且里边呢有些公交呢也不陈旧，有空调，有的车里呢还有免费的 WiFi， 价格呢是每人单次是1.75美金，可以买全天的票就是$7每人。地铁和轻轨呢基本都是同理，有一些特别的线呢，比如说格里菲斯这个景点专线呢它是按次收费的，相当于一人一次呢是50美分，不过呢网上和谷歌地图呢都能找到公交这个时刻表。地铁呢其实还算很方便的，就是路线少不少，比如说我想去比弗利山庄这种地方几乎就没法乘坐地铁了，但是比如去星光大道这些地方呢乘地铁呢直接就可以到达附近，之后呢可以再选择乘坐公交呢去其他地方。其实这次体验呢也有很多遗憾和失望吧。首先这个洛杉矶市中心的流浪汉呢还是非常多的，像比较著名的景点呢几乎就没有流浪汉了，但是我觉得呢也会给这个步行逛街呢留下很多不好的印象。公交车呢它整体的环境呢还是比较干净的，空调呢开得也很足，而且呢有的车还能有 WiFi， 但是我也是经历了这个车上呢就我一个人之后，司机决定就把我们撵下来了，自己开车跑了，就相当于自己开车空车就下班了。它地铁站呢其实还算整洁的，但是整体吧比较小和昏暗，而且乘客不多吧，所以说
还是让大家有一种不安全感。相反，轻轨呢，因为是在陆地上的，所以说比较高一点的轨道，所以说人多吧，车也干净，所以说反而我比较推荐坐轻轨。这几个景点呢，联合车站呢显得比较古色古香吧，有一点年代感，所以很值得一来。但是附近呢也是有流浪汉，所以说我们逛街的时候还是有点小心翼翼的。还有呢，这个联合车站呢附近呢，步行不到20分钟呢，就可以经过各种还算比较有特点的景点，比如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堂，一个华特迪斯尼的音乐厅，还有这个现代艺术品的收藏馆。中间呢回来呢也不麻烦，而且还有像什么最后一个书店，还有什么这个天使铁路，这边都在这儿，其实离它不是很远。最后回到格里菲斯天文台呢，其实因为我们已经走了一整天了，所以说比较疲惫了，所以几乎也没怎么逛，就是简单的看一看，看一看夜景，就也懒得拍摄了。主要也是那天人非常非常多，所以说拍摄也不是很方便。所以说格里菲斯天文台这些地方呢，我还是建议还是不要节假日来这边比较好，因为地方吧其实不是很大，特别是观景也就是那一片墙，所以说大家还是挤一挤。最后我就说到这里吧。这次也是简单的总结和规划给大家分享，作为一个参考，就是怎么游览这个洛杉矶的市中心。最后呢，还是多谢大家观看。